我在想，要不我就到这儿了吧。朱棣来势汹汹，我怕从夏妃那里得不到更多的信息，或者更高的机密。毕竟，他已经成为了下一层领导。是这顾虑啊。上次您借我的钱，我会用薪水和打工的工资。 逐月还给你，吴越啊，我是为你好，也是为我好。你呀，再好好的想一想。老师不逼你。还有啊。 老师答应你的另一个条件，你不想知道吗？哼，我就奇怪了，是什么让你决定放弃的？是小满知道了？你放弃了，难道这辈子就不会后悔吗？ 还是那句话，老师是为你好，也是为我好，你要好好的想一想。吴越，老师不逼你。